诗篇第96篇，在这篇我们一起来思想的问题是，什么是真神呢？一开始的这几节呢，有一首老歌啊，我就用唱的好了啊。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要向耶和华歌唱，称颂他的名，他的名，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天天传扬他的救恩，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奇事，因耶和华伟大，当受极大的赞美，他在万顺之上，当受敬畏。全地都要向耶和华唱新歌，我们要不管在什么地方都要向神来歌唱，要来赞美他，天天传扬他的救恩，而且呢要在万民当中要来歌颂他，要来传扬他啊！神是大神，他配得我们极大的赞美，最大的赞美，阿们。第五节讲到外邦的神都属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诸天。我们讲到神呢，世界上每个人对神都有不同的概念，不同的信念，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文化，也有不同的偶像到底什么才是真神呢在第五节就非常简单的标示出来，神呢就是能有创造诸天的，创造万有的，他才是神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偶像，有不同的这个宗教但是哪一个是真正创造天地万有的呢创造天地万有的才是独一的真神。偶像呢是人手所造的，它不是创造万有的，所以偶像不是神这个我们要认清的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我们要拜，我们就要拜真神。第六节，有尊荣和威严在他面前，有能力与华美在他圣所所以真神呢，他是有尊荣跟威严的，是大有荣耀的而且在他的圣所，也就是在他的同在里面呢，是蛮有能力跟华美的那我们万族应当要如何来荣耀神呢第七节到第八节讲到说，民众的万族啊，你们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都归给耶和华，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当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全地要在他面前颤抖那他说要将荣耀能力归给耶和华，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没有认识真神的话，我们就认为说这个万有一切的荣耀跟能力是属于某一个偶像啊，属于某一个人啊等等等但是呢我们要认出来，其实这一切的荣耀能力呢都是耶和华的，都是神的，唯有神他拥有天地万有的荣耀跟能力我们应该要拿供物来进入他的院宇那我们的供物是什么呢？我们的供物敬拜神就是献上感恩的祭，献上赞美的祭，献上我们的爱，献上我们的敬拜献上我们的财物来尊荣他接下来从第十节开始，我们来看到当我们敬拜神的时候呢，我们会迎接神作王，也就是在全地上来施行公义。第十节，人在列邦中要说耶和华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他要按公正审判众民，
愿天欢喜，愿地快乐，愿海和其中所充满的澎湃，愿田和其中所有的都欢乐。那时林中的树木都要在耶和华面前欢呼，因为他来了，他要来要审判世界，他要按公义审判世界，按他的信实审判万民啊。所以耶和华作王，也就是耶和华他要来到这世上施行审判的时候当施行审判的时候，不是我们觉得害怕担忧的时候，反而是他的百姓要欢喜快乐，而且呢天要欢喜，地快乐，海也欢喜快乐，田跟森林都在神的面前欢乐所以我们在遇到审判的时候其实呢，我们知道是神作王的时候，他反而让世界能够坚定不得动摇。我们欢迎神在我们当中来作王特别现在全世界受到震动的时候不管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或者是因为经济金融的问题，世界呢在震动当中这时候我们就更要来寻求神，欢迎神在全世界来作王世界就坚定不得动摇那最先会发生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心里面呢就会得到平安，就不会动摇，就能够坚定了。让我们在神里面让他做主我们就能够欢喜快乐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主啊，我们要来称谢你我们要在万民中传扬你的救恩。主啊，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都要为你来做见证，都要来传扬你的福音，都要来带人做你的门徒。特别是遇到患难的时候，我们更是要来倚靠你，更是要来传你平安的福音，叫人能够得到你的平安，也让人认识你的能力，认识你的荣耀，将荣耀能力都归给我们的主。主啊，你作王，世界就坚定啊。主，我们欢迎你在我们当中来作王掌权。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